大家好，在今天呢，天气形态来说，白天阳光出来，温度上升。不过呢，在北部跟东部地区的朋友会发现到云层量略多，因为风向偏着一个东北风进来。我们先来看看目前的户外天气了。外岛的马祖、金门跟澎湖现在云层量多，尤其马祖因为东北风影响，气温只有在10度。而在台湾本岛部分呢，北部云量多，中部天气晴，南部中午暖啊。到了东半部地区呢，倒是在东北角到北部海岸线有一点点零星的毛毛雨。我们就来看一下卫星云图了。云图上面可以注意到整个云层的发展，最主要呢，水系的发展在江南，在华中地区，而南边这边华南这里有道水气带，不过这个水气正在往北抬升，所以呢，在这里会形成一道封面云带。对于我们来说呢，我们的天气随着北方的高压的东移，今天有东北风进来，相对的东半部地区云多，西半部地区天晴。不过这个礼拜最稳定的时间就在明天了，因为明天高压进到了日本之后，风向变为偏东风，温度状况在上升，尤其呢，整个西半部地区天气晴了，东半部地区也会有阳光出来。但到了礼拜五的时候，大家还记得吧，刚刚我讲的封面云带，这道封面就在礼拜五的时候开始要接近台湾了，东北季风再度的增强。礼拜六呢开始天气转晴，北部凉凉，南部暖，礼拜天呢又是个好天气。但是要注意哦，礼拜天的时候你出去游玩回来就要准备把冬衣拿出来，因为下个礼拜一开始呢，2月13号，北方强的西伯利亚冷高压将要逐渐的南下。目前看来，2月14情人节当天呢，情人热乎乎，天气冷嗖嗖，低温的部分北部就只剩下11度的低温。我们来看一下地面天气图了。地面图上可以看，北方的高压系统在今天晚上会逐渐进入到东北，风场来说渐渐的变为偏东风，明天的气温会比今天再上升一些。我们来看看今晚到明天的温度了。晚上的温度形态来说仍然偏凉，白天的高温北部地区温度会上升，云层在台北东边仍然偏多，西边部分全部都是天气晴，日夜温差明显，南部地区中午暖，甚至中午高温接近30度，东半部地区早晚云多，有地形性的降雨，外岛地区要注意夜晚有雾哦。对了，提醒西半部的朋友，夜晚有雾哦，行车要小心。我是戴立刚，也是气象专家，18年的气象主播位置，告诉你最准确的天气讯息。当然，更重要的天气内容呢，就要锁定我们中视气象台。更多的新闻信息内容，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。